睁大眼睛仔细看，这是有人在交警的眼皮子底下酒驾还闯岗。他以为自己能逃，实际上是他想多了。这是发生在南阳市桃河县的一幕，民警沿着这辆车的行驶轨迹追踪，在一条小路上找到了闯岗驾驶员王某。哦，这里是个人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看呢？走暗路了，是他不是？你看是不是？是不是想让老实？哎，这也听那个这个打呼噜声音中的车底下，还想说是那个切盖门啥的，一看啊，都是他。他那个电话呢，给他家属他俩绑一起了，其实家属很配合。是他不是？啊。是的，怎么跑这家来了？自己爬出来，快点！明儿人这个车动了，让你咋整的？钻人车里去，出来！慢慢的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石头回我拍拍，站起来！站车上拍着，站你的车，好，别动！是不是你的车？是的车，是不是？啊？是的吧？这是不是你的车？是，真是不敢想象，王某话都说不清楚，路也走不稳，他是怎么开的车？你从哪过来的？你是老老实实说了。从哪过来的？你知道你这事，你说你要整成啥了？你从哪过来的？同志。对着警察，对着人，你逮着不逮着？谁开的车？你放谁开的车？说个名。回去没事儿，一会儿监控给你调的清清白白的啊。你说不？谁开的？说个名。谁开的车？代驾。代驾。代驾开的车，哪个代驾公司？手机拿出来，哪个代驾公司？谁喊的？你准备，你说。你们那个大喊的呀？谁喊的？朋友们喊。手机在哪？哪个朋友？叫啥名？看你车这边，看见没有？瞅着见不着？瞅见不着？代驾给你装上这，你都依他？嗯。名肯定不依他。后来经那个检验机构化验，那个酒精含量是228.25，他涉嫌不是危险驾驶的，不行这人是跑不了，那肯定得是这真大事，你想不？你要不处罚他重的话，他自己不觉醒，知道吧？不行，他现在很后悔。酒驾是把自己和他人都置于危险之中，喝酒和开车明明二者不可兼得，但王某却非要把他们合二为一。目前，王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小辉在路上，记者编辑报道。